从中间啊，这个车，椅子车要从中间这边退出去，大概八台就够了。那在那前到了第一行啊，是对那一条线，对那一条线，它的空格大概这么大。现象人员在训练练习，然后有排水果的来工作，排椅子的来工作，为了明天的起飞班。